新年除了家要大掃除之外，寵物都要扮靚靚過年嘅喎。今日就等我帶狗狗嚟呢間新鋪度做個寵物日式美容先，好唔好啊？我哋一齊去啦，準備過年啦！嚟緊尖沙咀就會開寵物主題商場，相信好多主人都會好期待嘅啦。不過咧，品牌最近就喺觀塘道先開咗個 mini 體驗店。鋪口最特別咧，就係門口呢個半露天位，狗主咧就可以同寵物一齊超下啦。店铺亦都提供上门宠物服务、宠物保姆、犬只训练、兽医同埋接送服务。